台中市有多名里长，就是有遭到以那个涉违那反渗透法被约谈。那时间点在大选之前，会不会觉得有点敏感？是有点敏感哈。那所以案情我们还在了解当中，谢谢。市长，那个外传五月天呢、啊，被对方要求在大选前做出亲中的表态，那市长怎么看？我觉得哈，在选前两个礼拜，那放出这样的消息，那想要利用五月天来操作选情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行为哈。那另外呢，明天开始，五月天一连六场就要在台中登场演出，所以拜托大拜托外界哈，让大家明天开始啊，那就一连六天，五月天要在台中登场演出。那拜托哈，大家让五月天好好的唱歌，好好的表演，不要干扰他们哈。那停止这样的一个选情操作。来，各位东平基爱邓草根，各位大哥大姐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来，起吊来啊，起吊来啊！我们台中市五星级的妈妈市长卢秀燕，陪同我们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四号，登记第四号黄建豪，这个怎么拜托？黄建豪，我们选对人，做对事。2024，我们团结一致，拜托大家。2024，1月13一定要投票，把票投给4号黄建豪，做我们东京市场的首位。谢谢啊，黄建豪，拜托，谢谢啊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今天再为大家拜托，4号。谢谢黄建豪，拜托，谢谢。
天地第四号黄建豪，咱东京市啊，所有的观众、头家、头家娘，所有咱的市民好朋友，所有消费者，大家好，我是市长卢秀燕，我是市长卢秀燕，啊，我就是北区大汉的，东京市啊，就是我的厝，也是再次转来咱东京市啊。都是跨着国民党提名的登记第四号立法委员候选人黄建豪，诚心来向咱所有的观众、头家、头家娘，甲所有咱的消费者、市民好朋友来拜票。这摆的立法委员选举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咱希望支持一个会支持甲咱台中市。黄建豪，黄建豪，若有法度来动算，一定会配合咱的市民的需求，配合台中市政府的预算，争取更加多建设，来建设咱的台中，服务咱大家。所以卢秀燕本人亲身来拜托咱所有的市民好朋友，官商小头家娘头家，拜托大家一月十三登记第四号的黄建豪，卢秀燕本人拜托你，感谢你。明仔就是上会一天，后日就是新年。卢秀燕跟黄建豪，祝福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官商头家头家娘，每一个人拢新年快乐，赚大钱。感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咱各位当选市长的头家、头家娘，大家好，我是北区北屯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黄建豪。我是北区北屯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登记的姓哦，黄建豪。今仔日就是今年上半年礼拜吼，来遮买菜，大家拍一下招呼，来遮给大家拜托，到十四天、十五天就要投票。拜托大家吼，黄建豪一个机会，相信我一届，我去立法院内底为咱大台中来拍拼，争取更加侪建设，争取更加侪机会。拜托大家，黄建豪对你做议员非常认真，黄建豪未来啦做立法委员，我也是看认真。拜托大家，黄建豪这个少年家一个机会，黄建豪陪你去立法院为咱大台中当地来拍拼。黄建豪甲罗市长今仔日来遮，甲所有头家、头家娘、各位亲友朋友拍招呼，也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照顾。明天就要跨年啦，所以讲拜托大家吼，看到讲过去咱一年的建设，看到咱过去一年变化照顾，希望每年照顾大家好。我一票，黄建豪去立法院为大家继续努力，继续来拍拼。黄建豪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行李兴旺。我是黄建豪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也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